I was very proud to join the 2021 UVA STARTALK program. The program focused on task-based teaching and taught me how to search and develop the most authentic materials and make them relevant to my students' learning. The intensive progress really taught me how to be a teammate and how to design an effective and a supportive program for everybody. And also, I have learned how to create a truly inclusive community in which everybody's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as valued and everybody felt accomplished. Through this rewarding and inspirational program, I learned effective teaching pedagogy and practices, which reshaped my approach to both online and in-person classes. The program provided various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apply the knowledge through peer teaching and peer critiques. Using backward design, 100% target language in a communicative context, and using authentic materials will become the new staples of my Chinese classes. This program allows us to step forward with our own understanding and insights. Through mentors' hands-on instructions, peer critiques, self-reflections, this process allows us to focus on the essentials, reframe our own teaching. Just really love our middle school group members. During the program, we spent a lot of time together discussing lesson plans, brainstorming what kind of technology should be incorporated. After the program ended, we continued to meet each week, roughly 1 to 2 hours before school started. This program indeed exceeded my expectations. I strongly recommend this program to all the teachers, no matter you are novice or experienced.好的，各位老师，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真实任务化教学公益讲座系列的第三场。那刚才大家看到的视频呢，就是2021年弗吉尼亚大学线上中文教学星坛项目的宣传片。 UVA 的星坛项目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口碑卓越。无论是培训团队的老师，还是受训的学员，都始终本着精益求精的精神参与到培训中。我们互相交流切磋，共同探索进步。那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分享的呢，是弗吉尼亚大学2021年星坛项目高中组的各位老师们。 那在进入今天的分享主题之前，我们先请出 UVA STARTALK 的项目主任曾妙芬教授为大家致辞。好的，各位老师们，早上好，下午好，晚上好。首先呢，要竭诚欢迎各位参加弗吉尼亚大学真实任务化教学公益讲座的第三场 Leaders for Tomorrow。 今天的讲座呢，是由2021年福大星坛项目的高中优秀教师学院所担任报告的。那么，福大星坛项目从2008年开始至今，不断的创新、接受挑战，于2016年转型成功，成为全国网络中文教学的领头羊。我们的优秀教师在全美各地不断的崭露头角，起了一定程度的示范。 与领导作用。那么在过去多年努力的基础下， 2021年的项目， 我们又开创了一个新模式，增加了秋季实地课堂线上教学的环节。老师们不但能在暑假密集培训期间，透过有系统的专业化培训，准备教案、教学活动、教学材料，同时呢，也能将暑假完成的教学活动设计 于去年秋季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进行线上实地教学的实验与尝试，这个模式获得了老师极大的肯定。所以今年2023年，我们的福大星坛项目也将遵循这个模式继续推进。好的，那我们现在就热烈欢迎高中组的老师开始他们的报告。
相信在线的各位老师们绝对能够满载而归。好的，谢谢曾老师的致辞和介绍。那今天 UVA STARTALK 高中组要跟大家分享的教学设计与实践的主题是一次梦想的旅行。那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们高中组的团队啊。那我是本场的主持人，也是2021年 UVA 新坛项目负责高中组的培训老师蔡罗伊。我目前任教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很高兴在过去几年能有机会参与到曾老师的新坛项目中，获益良多。那接下来我请出我们高中组的老师们跟大家一一做自我介绍啊。第一位是也是来自我们北卡的李红老师。各位老师晚上好，我是李红，我任教的学校是 North Carolina School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今天特别荣幸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好的，谢谢李红老师。那接下去是我们的君瑶，吴君瑶老师。各位老师晚上好，我是吴君瑶，我任教于纽约的 High School for Dual Language and Asian Studies， 很高兴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分享，谢谢。好，那下一位是林华一林老师。各位老师们大家好，我是林华一，目前在北加州 Castalia School 任教。今天很期待能够跟老师们一块互动，谢谢。好的，下一位是讲师老师。各位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讲师，现在我任教的学校叫做 University School， 非常期待今天跟老师们一起分享。好，那最后一位是我们的温泉老师。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马里兰州的 McDonald School 的温泉，非常高兴今天晚上能够和大家一起分享，谢谢。好的，那认识了我们团队的老师之后，我们就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分享吧。首先我们有请林华一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整个教学主题的理论基础和设计架构。那在我们的老师分享的过程中，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 chat box 中留言，我们会等到所有的老师结束分享后进入 Q&A 的讨论环节。好，有请林老师。好的，各位老师们大家好，今天我们非常的高兴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在这边与这么多位的老师前辈先进们一起在这里交流互动。那么我们五位高中组老师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在2021年 UVA 新坛项目里面的学习。那么今天的报告主题叫做一次梦想的旅行，其实这个题目呢也是我们当时在 UVA 的研习项目里面最后设计出来的这个课程的名称。那么今天的报告呢，我们主要从下面这五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呢是理论跟教学实践，在这个部分呢我们会跟大家从理论出发，然后谈到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设计出整个的这个课程的方向。那接下来会有三位老师跟大家做比较细致的课件的介绍，从天气到交通还有上海迪士尼景点的安排。最后呢，在反思的部分，我们会跟老师们分享，在研习课程结束以后，秋季我们回到了教学现场，我们在这个课室里面的实际运作，我们做出来的一些教学调整，还有学生给我们的反馈，以及我们在整个学教做这些过程当中的一些反思心得，我们都会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报告。那么期待呢在今天的这个分享当中能够跟老师们有更多的这个互动。如同刚才蔡罗伊老师提到的，老师们如果在这中间有任何的问题，请在 chat box 里面提问，我们最后呢一定会留下时间来跟大家一起讨论。那么期待透过这样的报告，老师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设计教学呢我们的思路，我们的这个设计会有一些了解。好的，那我们第一个要先来看的是我们的这个理论架构的部分。那我在这里呢，我们选了两个对我们的设计非常重要的这个理论框架，一个是导向设计的这个教学程序，另外一个呢是任务型的教学。那么第一个我们谈到的这个导向设计，或者我们英文叫它 backward design， 我想很多老师们可能也很熟悉。在这个设计的理念当中呢，教学是有它一定的程序跟框架在的。当我们决定好了这个适合学生的主题以后，我们第一个要决定的是
这个主题的教学目标跟过去传统以往由下往上的方式是有点不太一样的。我们要先决定好学生在这个单元学完了以后他能够做到什么，或者我们英文常听到的这个 can do statements、特别呢我们是这个语言课程，所以我们要去思考的是在三种沟通模式，比方说、理解诠释、交际沟通还有表达演示，这三种过程当中学生到底能够做到哪些。决定好了我们的教学目标以后呢，我们的下一步是决定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的学生确实能够做到这些所谓的 can do statements， 所以我们要设计什么样的教学任务，或者是设计什么样的评量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学生确实能够达到这些教学目标。当我们把 can do statements 这个教学目标还有我们的这个语言任务设计好了以后，再下来才是做比较细致化的这个课程的介绍。那我们在设计我们在UVA 的这个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设计的这个每一步呢都是按照这样的框架在走的。第二个部分呢想跟大家谈的是这个任务型教学。我想在前面的两次讲座呢，老师们可能关于这个任务型教学的理论还有历史背景都已经听得蛮熟悉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再重复那个部分，我们只就其中的这个真实性 authenticity 来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么过去呢我们只要听到这个 authenticity， 我想我们第一个、出现在我们外语老师第一个想到的一定就是要使用真实语料，我们说这个authentic material， 这个也是 Expo 经常在提醒我们的。可是呢在研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学到了并不只是所谓的真实性，它并不只是局限在真实语料上面而已，它应该是更大范围的，包含从我们给学生设计的语言任务应该要以学生为中心，应该要是能够跟学生的真实生活真实世界来相连接，包含在我们教学当中的每一个语义协商的这个沟通过程应该要有真实性，还有甚至是我们的主题设定，我们的这个语境情境等等的都应该要有真实性。一会儿老师们在看到我们三位老师的这个课件介绍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我们怎么样把这四个环节紧紧相扣的把它呈现在我们的这个教学设计里面。这个呢是我们提到的两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这个教学理论。那下面呢我们看到的是2021年曾老师提出来的这个 10 steps， 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就是照着这样十步去一步一步的来进行。那我现在呢就一步一步的跟大家讲我们是怎么设计出来的。第一步呢是这个主题的决定。我们当时呢五位高中组老师，老师们可以想象我们这五位老师呢，有的人在男校服务，有的人在女校服务，有的人在公立学校，有人在私立学校，我们的这个 context 都不太一样。可是呢我们要先去思考的是我们设计的这个课程到底是要给什么样的水平的学生。那我们五位老师大概都有intermediate low 到 mid 这个阶段的学生，所以呢我们当时的设定的对象呢就是以中级水平的学生为我们的教学对象。那我们老师们就开始集思广益，我们曾经上过哪些单元啊，哪些是可以带动我们学生的这个学习动机的。那老师们也知道这个2021年那个时候还在疫情期间哦，所有的这个学生也好老师也好这个士气都稍微显得低迷了一点，所以我们就在想什么样的主题能够让学生真的很感到兴趣，真的很想投入。那因为当时疫情的关系，很多的这个旅游项目也因为疫情停摆了，所以我们就觉得那我们就来设计一个梦想的旅行啊，所以这个就成为了我们的主题。那老师们也知道我们如果要去旅行，我们首先思考的这几个一定就是当地的天气、当地的交通、当地的这个旅游景点的安排，所以这个也就成为了我们的这个教学大主题底下的几个单元设定这是我们的第一步，决定好我们的这个教学课程。那我们的第二步呢就是要来决定好主题以后，照着这个导向设计的框架，我们的第二步就是要决定我们的 can do statements。 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三个单元里面学生需要能够做到的这些教学目标呢定下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那我们在第三步呢我们要去思考的，在这个研习过程当中呢，第三步我们要去思考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使用的科技工具。那在 UVA 新谈项目里面我们涉猎了很多的这种不同的科技工具我想老师们手边一定也是有许多的这个很好用的科技工具，现在是五花八门，有时候甚至到了眼花缭乱的情况。那怎么样才能够找到对的最适合的这个科技工具呢？最终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的这个 can do statements，
我们到底希望我们的学生能够做到哪些部分，所以呢这些使用的科技工具要跟我们的这个教学目标紧密的结合。好比说我们在 presentational speaking 我们可能就可以用这个 flip 过去叫 flipgrid 或者说我们使用 palette 里面有一些不同的功能，我们可能就可以把它拿来使用interpersonal writing 或者是说 presentational writing 等等的。所以我们在选择工具上面呢去选择适合的可以跟我们的can do statement 教学工具结合的，这是我们的第三步。那在下一步呢，我们老师们就开始分门别类的去收集各式各样的真实语料，因为我们的主题已经定下来了。那么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三个课件是交通天气还有旅游景点，所以我们在这边我给大家分享几个我们使用的这个语料，包含了天气预报图。在交通这个课里面我们就选用了高德地图，然后旅游景点的安排我们当时是选了一个网站叫做去哪儿，从里面截下一些信息给我们的学生使用。那么最后一张图片呢是这个十二朋友园这个呢是我们上海迪士尼里面的一个特色景点，是以中华文化的十二生肖作为主题的一个主题背景公园，所以这个也拿来成为我们的这个真实语料之一就我们就开始去收集各种的真实语料。那么在下面一步第五个部分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导向设计这个 backward design 里面，我们选择好主题，选择好教学目标，在下一步呢我们就是要决定什么样的语言任务，什么样的评量任务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学生确实能够做到这些教学目标，做到这些 can do statement。 所以我们就是设计出相对应的跟我们的语言学习目标相对应相结合的这个语言任务。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五步的过程老师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五步从一到五，下一页我们在这里呢老师看到每一步呢就是按照这样的框架在进行，甚至我们的这个在新谈的 lesson plan 我给老师截了两张图，在这个 lesson plan 的设计上面呢也是照着这样的框架在走的。第一个先决定好了主题我们的主题以后，然后就是我们的 can do statement 我们的教学目标，然后接着就是我们给学生设计的任务评量，再下面呢才是这个课件的设计。我想听到这边呢老师们一定已经迫不及待的想知道我们具体的这个课件怎么设计的。我们接下来就请翁老师帮我们介绍第一个课件天气的介绍，谢谢。好的，谢谢林老师对我们高中组课程设计理念和过程的介绍。现在呢我们来谈一下我们在课堂当中的具体教学实践过程感受，并分享一些学生的教学成果。我们一共设计了三堂课，分别是天气、交通和上海迪士尼。首先我再来略微详细的介绍一下我这次示范教学课的学生背景。我任教的 McDonald School 是一所 K-12 的私立学校，我们学校从六年级开始开设中文课，这次学习天气这一课的学生是我八年级的学生，他们的上课时间是一周两到三次，平均上课时间是60分钟一节课，他们的水平大致在 Novice High 到 Intermediate Low 之间。这是我们天气这一课的学习目标 Can Do Statement。 在这节课完成时，我们的学生需要能够回答和讨论一个城市或者天气地区的天气，可以描述和比较两个不同地区的天气情况，并且可以根据天气来讨论出行前的准备等等。老师和学生上课前都必须要非常清楚这些目标。好，接下来我们正式开始上课。在课程一开始，我就和学生讲述了我们这一节课的故事背景。我当时的上课时间是2022年11月1日。我告诉学生们，我们将会在感恩节之前的11月6号到10月12号去我们在中国上海的姐妹学校参观，会住在寄宿家庭，这就给学生先创造了一个真实的 authentic 的这个环境，让大家进入到一个真实的故事情节当中去学习语言和体会文化。之后我们便开始一起去看看我们当地的天气情况。我们打开了一个中文的气象网站，从这个气象网站中找到我们当地巴尔的摩的天气，11月1号的天气预报，
并用截图开始引导学生们来讨论巴尔的摩当天的天气情况，问学生今天天气怎么样。学生可以从截图和我提供的词汇中找到答案，和我进行问答，回答说今天是阴天，但是不下雪不下雨。接着我会问到今天气温多少度，学生会根据截图回答问题。这时候除了学习语言，还是一个非常好的理解和体验不同国家和文化中使用不同计量单位的机会。所以我们特别列出了摄氏度和华氏度的比较以及转换公式。学生们也很高兴在学习用中文说气温的同时进行一些数学的练习，例如当地的气温是16摄氏度，最后我们一起换算成了美国的60华氏度。在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天气预报当中常常提到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这可以帮助学生们更好的理解和使用最高最低这样的比较词汇。所以10月1号的当天，巴尔的摩最高气温是20度，最低气温是15度，我们也继续把它们转换成了华氏度。在我们完成了关于当地天气的小讲之后，我们立刻进行了小练活动。我们把当天上海的气温截图展示给大家，老师先和学生师生互动进行示范，然后让学生相互之间进行简单的对话练习。当然这样一次小的口语练习是不够的，接下来我们就让学生用所学的句式做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练习。这是一个 information gap 的活动，学生们将阅读真实的中文气象网站，找到10月6号到12号的天气预报，一对一的进行问答并记录下来。回到大群后，每个小组中的同学 A 进行汇报，同学 B 确认汇报的正确性。这个活动包括了 interpretive, interpersonal 和 presentational 三个 mode 的 communication 方面的训练。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具体活动设计表格。我将上面的表格分享给同学 A 负责提问，那么同学 B 就来进行回答。得到同学 B 的回答之后，在表格中输入答案，同学 B 负责阅读中文网站，找到答案并回答 A 的提问。回到了班级之后，同学 A 还要负责进行报告，同学 B 则负责反馈确认答案的正确性。这就是我们设计的活动表格。在了解了巴尔的摩当地和上海的天气情况之后，我们就进入了下一个小讲环节。老师将引导学生为出行的考虑比较两个地区的天气情况，学习比字句，看看两边的天气预报，比较一下是巴尔的摩冷还是上海冷，最后得出结论是巴尔的摩比上海冷一点。在知道了天气的情况之后，老师再引导学生如何准备旅行的衣物，问同学如果11月我们去上海你会带什么衣服，学习如果这一假设句式。之后老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回答，结合已知的天气，用最好来给出一些建议，让学生理解最好的用法。接下来老师会继续引导问你会带什么鞋子，并拓展提问为什么，引发学生更多的思考和语言应用。再接下来我们将学习除了以外还的句式，用来结束这场关于旅行所需衣物的对话，让学生在故事情境当中完成了出行前的准备，也学习到了新的词汇和句式。完成了与天气相关的旅行事宜的讨论之后，我们将会有一个练习。这时候我们建议学生和他们的中国朋友微信视频，说一说上海和巴尔的摩的天气，并讨论去上海要带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准备好的对话的 bubble, 用这些作为 scaffold 脚手架去引导和帮助学生进行练习。之后
在此基础上，我们还会进一步做一个大用的小组活动，我们的清单。这个活动不仅是一对一的对话，更是小组的讨论，大家一起说一说上海的天气和巴尔的摩天气的对比，说一说你要带什么，为什么，并且把讨论的结果写下来，带回班上做汇报。最后，大家还会相互听一听，看一看其他小组的清单，并给出反馈。这个活动我们是用 Jamboard 来做的，这是我们设计的 Jamboard。我们在上面尽可能提供学生们小组讨论所需要的词汇、句式，以及我们所要求达到的活动目标。接下来这是一组我的一组学生做活动时的真实记录，这是 Group One， 问题是带什么、为什么，这是他们边讨论边做下来的真实的记录。那么在课堂的大用之后，我们还将布置作业，让学生们有机会继续大用。我们的作业仍然沉浸在故事当中，要求学生们自己做一个 vlog， 介绍自己去上海旅行的准备情况。这次我们用的是 Fifth Grade 来完成这个任务。那么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们输出他们的语言，我们准备了怎么做 vlog 的反面内容，列出了常用的句式等等，帮助和引导他们来完成作业。好，下面呢，就是我们班级的学生的两个简短的 fifth grade 的作业视频，大家可以来简单的看一下。大家好，我跟我的朋友 Jordana 去上海。你好，我们什么时候去上海？我们今天去上海。上海的天气下雨。上海比 Baltimore 冷。除了衣服外，我们也带雨伞。我们也有雨鞋和外套。我们很冷。我有手机，因为我跟爸爸妈妈说话。谢谢看我们的 blog。再见。大家好，我是何丹，欢迎来到我的 vlog。 秋天我会去上海，我会和家人一起去。上海的天气多云又冷，巴尔的摩的天气是今天也很冷，我会带外套和运动鞋。好的。我的梦想旅行的第一课天气就完成了，接下来请听讲师老师继续我们梦想旅行的第二课交通，谢谢。好，谢谢翁老师的精彩演讲。现在我开始介绍我们高中组在暑期星坛项目里设计的第二堂课，去上海旅行。这一课依然围绕着暑假去中国上海参观姐妹学校这一情景，从交通工具的讨论延伸到跟接待家庭的聊天，以及上海一日自由行的行程规划。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我会详细的介绍这一堂课里使用到的真实语料和沟通场景，以及以学生为中心的小讲、小练和大用的活动。首先我介绍一下参加线上示范课学生的中文学习背景。我所任教的学校是 K-12 的私立男校，因为学校的小学和初中部都没有中文项目，所以绝大多数的学生都是从九年级开始的零起点的非华裔学生。参加线上示范课的五名学生都来自中文三，其中有三名学生只有两年的中文学习经历，因为这三名学生在中文一表现得非常突出，所以在中文学习的第二年被破格录取为中文三的学生。我们学校的中文课平均每天有50分钟的上课时间，学生的语言水平在 intermediate low。 接下来我开始展示我们第二堂课的设计。谈到旅行，中文课堂的教学就绕不过交通工具这个话题，所以这一堂课希望学生达成的学习目标有三个。第一，学生可以描述和比较不同的交通工具并做出简短的评论。第二，学生可以描述如何从地点 A 到达地点 B， 而且能够利用真实的高德地图来看懂与交通工具相关的信息。第三，
在融合前两点学习目标的基础上，学生能够自由探讨并规划上海一日自由行的行程安排。在任务教学里，采用 pre-task 课前活动，可以充分地利用课堂时间，让学生们从来到教室的那一刻起就能最大限度地练习说中文。但是根据高中学生中文学习的真实情况，我们推荐老师们灵活设计。如果学生们底子好，学习热情高，在上这一堂课以前，可以让学生们提前利用 Quizlet 和 Edpuzzle 这两个网站学习词汇和了解上海的著名景点，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当然，如果学生人数多，学习情况复杂，老师们也可以利用一到两次的课堂时间来做。那么第二堂课正式开始。首先呢，是由老师主导的小讲，通过图片引导学生从个人经历开始聊交通工具、师生互动，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练习讨论自己怎么来学校，将单个的词汇融入到句子中，学生们有图片和拼音的帮助，往往能够出口成句，成就感大增。下一步，增加信息量。学生们不仅仅谈论交通方式，还要加上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时间。学生在前面的师生互动中已经练习过相关词汇，在这里可以鼓励学生们互问，增加趣味性。所以我在线上示范课教学时，除了进行前两步以外，还拿掉了拼音和汉字，只保留了图片，更进一步的挑战学生的语言输出能力。接着，在联系学生实际上学经历以后，我们把视野拉到了学生的社区意识上，开始谈论克利夫兰本地的交通工具。通过提问，有什么交通工具？你常常用哪一个？为什么？让学生自由的发挥，学生们抢答的积极性高，课堂气氛活跃。同时，老师也可以现身说法，介绍自己在中国家乡常用到的交通方式，将中国的现代文化融入到了课堂中。最后，信息量再一次的提升，通过引导学生想象下一次的旅行地点，讨论不同交通工具的优缺点，从而将单调的语法结构自然地融入到合情合理的句子中，让学生不断地在情境里使用新的语言点，螺旋式地提升语言能力。到此为止，以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互相结合的小讲课堂活动，让学生沉浸在不停的语言操练环境中，老师根据学生的情况纠正发音和句法问题，让学生多说多练，将这部分的内容练习得滚瓜烂熟，为接下来的小练打下基础。好，下面是我们的第二个部分。在谈论完学生的熟悉经历和克利夫兰本地的情况以后，我们再次引入学生今年夏天要去上海旅行这一个真实的情景。接着，为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我们选取了一个上海宣传片，里面表现了真实的上海风貌和各式各样的交通工具。老师在放视频以前提醒学生一边看一边记录在视频里看到的交通工具，在看完视频以后请学生们回答。真实的视频材料有着动感吸引人的画面和优美的音乐，再一次的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为接下来的学习内容做准备。在谈论完上海的交通工具以后，老师用这一张真实的高德地图介绍我们的姐妹学校上海中学以及三个接待家庭的地址。学生们接下来要看一看自己的接待家庭是哪一个。第一个接待家庭的信息出现在学生们的眼前，学生准备跟接待家庭聊天，通过阅读接待家庭一的自我介绍和高德地图上的信息来进行半开放的对话，可以采用生生互动的小练，让学生们熟悉在真实情境下一边看地图一边进行成段的语言输出。接下来，在前面小练的基础上，将所有的学生分组，每组两人，一个人饰演美国学生，一个人饰演接待家庭，
通过老师提前设计好的问题，学生们在 Zoom 小房间里不仅仅要用到学过的词汇，还会用到刚学到的句型，在真实的情境里进行有意义的沟通。下面我展示一段线上示范课的教学视频。我很开心。对。我也是。你家住在哪里？我住在 ，Oh gosh， 光华苑北区。光华苑北区。嗯哼。你常常怎么去学校？我常常走路去学校。从家到学校，走路要多长时间？嗯哼。走路要好，所以呢，我会把学生们分配到 Zoom 小房间练习，然后所有的学生回到大房间。老师在挑选不同组的学生问问题，来检测学生的学习成果。到此，我们第二堂课的学习目标二已经完成。这堂课的第三部分是学生们要开始计划自己在上海旅行期间的一日自由行的活动。这种给学生最大空间来想象和计划的情景，可以充分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非常适合高中学生的心理特征。所以我们第一步，老师引导学生回忆和思考课前看过的 Ed Puzzle 视频，讨论上海有什么吸引人的景点，他们叫什么名字，你想去哪一个景点，为什么等等问题。接着在学生们说完了自己想去的景点以后，老师着重介绍学生们将要用到的旅行攻略网站。这个网站并不完全是像去哪儿、马蜂窝这类的真实网站，而是我们高中组的老师们利用 Jamboard 这个网站而设计的改良版的上海旅行攻略。因为考虑到学生的语言能力，想要他们去到真实的旅行网站上找信息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信息量繁杂、生词非常多等等。所以呢，我们在设计的改良版的旅行攻略里主要介绍了四个景点的信息，让学生们在看的过程中理解这个景点是否受欢迎，有哪些交通方式，以及在这个景点可以做什么样的活动。在最后的大用的环节，利用改良版的 Jamboard 上海旅行攻略，让学生们分组自由讨论，写出一日自由行旅行计划，并向全班报告。下面是我的学生们在Zoom 小房间讨论后的成果，可以看出学生们完成了一日自由行的行程安排，并给出了原因。在实际的 Zoom 小房间讨论过程中，老师应该适当提供帮助，让学生们在自由的口语练习中充分地使用学过的生词和句型。接下来的几章呢，则是李红老师班上的学生的语言成果，这是第一组。好，这是第二组，这是李红老师的第三组学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李红老师的学生跟我的学生之间有语言层次的差异。在课堂结束以后，我和李红老师都收到了非常积极的反馈，学生们十分喜爱这种可以自由表达看法的沉浸式的语言活动，也期待将来去中国旅行时用到所学的知识。最后我们留给学生的作业，则是请学生们给接待家庭写一封邮件，介绍自己的一日行的安排。这是让学生们将口头的语言转化成书面表达的大用活动。到此，我们高中组的第二堂课结束。下面呢，有请李红老师介绍我们第三堂课的设计。好，谢谢三位老师精彩的演讲。那我任教的学校呢，是一所面向全北卡州择优录取的公立寄宿学校。我们学校的汉语项目共有六个级别。
在2021年暑期星盘项目中，我们来自美国不同州的五位老师集思广益，精心地打造了一次梦想的旅行。非常有幸，在2021年秋季，我将我们这个老师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在我们学校汉语第三级的课程中付诸实践。今天呢，向大家介绍第三课的示范教学。我来先介绍一下学习目标。好，我们所设计的一个梦想旅行共有三个主题，即前三位老师的介绍，即天气和交通，以及上海一日游之后。第三个主题呢，是上海迪士尼一日游。在这一课当中，大家看到我们有三个学习目标，讨论中国的十二生肖，描述在迪士尼玩了什么项目，总结迪士尼一日游的游玩，并分享心得，给他人提建议。那么我们以在迪士尼一日游的吃喝玩乐为切入点，以老师高质量的可输入理解为基础，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大小诸多任务。学生们呢，要理解所读所听的真实语料和所看到的视频，进行大量的听说读写互动，其中包括理解、沟通和展示。在完成真实场景下的趣妙横生的任务之时，习得语言，了解文化，达到我们的教学目的。那这大家看到这一章是上课之前学生的课前预习。这些上海迪士尼的短视频呢，是老师们精心挑选剪辑的。真实语料的搜索、筛选和整理真的是至关重要。众所周知，真实语料多如牛毛，鱼目混珠。我们的目的呢，是真实语料所使用的语料既真实，又尽可能贴近学生的语言水平。这样必要时，要对真实语料进行适当的简化和处理，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那我们现在看一看这堂课的故事线索和任务设计。我们一天的活动呢，以从友好学校坐地铁前往上海迪士尼乐园开始。在地铁中，老师主导进行小讲，通过师生互动，学生们理解上海一日游的行程，开始学习关键语法和关键词汇。大家看一下，入园后首先参观十二生肖园，与其他游客交谈，然后讨论上午要做的项目。中午在曼月食府吃饭时，分享上午的游玩经历和下午的计划。那下午呢，一起观看花车游行。大家看这几个步骤，环环相扣，步步递进，都是以高品质的师生互动进行可理解输入，以大量的生生互动引出学生的产出。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入园第一站十二生肖园的场景。在这里呢，在老师小讲师生互动示范后，学生进行互动小练，根据我们所设计的这个对话的 bubble， 学生角色扮演和当地游客对话，分享自己的生肖。好，我们来看下一个环节，我们要讨论一天的具体游玩项目了。这是一张真实的上海迪士尼攻略图，我们标了五个要讨论和选择的游玩项目。课前呢，同学们已经看了有关的视频。在课上，首先由老师来引导，完成师生互动，进行可理解输入，逐一的理解这五个项目的特色。那我们来以创极速光轮为例看一下。好，这是创极速光轮的有关信息。通过老师的小讲，师生的互动对话，我们输入关键语法和关键词汇，然后呢，生生互动小练。好，看下一页，用我们所提供的对话的 bubble。 好，再看上一页。好，用所提供的对话 bubble， 学生们小组讨论要游玩的项目，然后呢，汇报锁定的计划，然后同学们分头到迪士尼游乐园
各个景点去游玩。好了，上午的小组分头游玩结束了，到了大家聚集在蔓越食府的午饭时间。在餐馆，我们看到刚才一张 slide， 学生们一边吃饭一边声声互动对话，那在和小伙伴们分享上午的游玩经历和下午的计划，然后呢向全班汇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一小段学生对话的小片段。你最喜欢什么项目？为什么？我最喜欢飞越地平线，因为我觉得无敌电影非常酷。嗯，好。你在飞越地平线排队拍了多长时间？飞越地平线的排队要三个时间小时。你最喜欢？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通过以上的小讲，多次反复小练后，螺旋上升，我们引出了最后一个大用的任务。同学们小组分头活动，说一说你的上海迪士尼一日游，给学弟学妹未来要去上海迪士尼一日游提出一些建议。我们看到这里列出了关键的语法点和关键词汇和任务目标。我们可以看到学生们声声互动，一边说一边打字。我们来看一组学生的写作，这是一组学生在分组讨论写作当中的写作出产的产品。那我也和大家分享一小段他们写作的过程。我们去看花车游行。对。我们去看什么？花车游行。花车游行，太好了。我们觉得上海迪士尼花车游行比佛罗里达迪士尼花车游行，迪士尼。比佛罗里达，我们觉得上海迪士尼比佛罗里达迪士尼的花车项目，花车游行酷得多。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啊，在这个小讲反复小练语法点和关键词汇后，那么学生被循序渐进的带领进入到大用的这一环节，那么学生可以融会贯通的产出高品质的有意义的输出是水到渠成的。我们看到在写作总结过程中，学生们一边讨论一边打字，自己更正，互相订正，整个学生写作的过程和产出都是令人欣慰的。那这一页大家看到学生们对这一课的反馈，所以我们看到学生们不但觉得这个课程互动性和趣味性很强，收获甚多，也特别喜欢自己对行程设计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他们反映感觉像身临其境去了上海和迪士尼一样。我们可以看出学生们不但享受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而且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达到了学习目标。那前边的老师也和大家分享到，我们设计这个单元的初衷是虚拟的上海之行和迪士尼之行。看到学生们的反馈和我们设计单元的目标是如此的吻合。好，最后呢，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在秋季的教学当中，我是怎样将我们这个团队集体智慧的结晶有机地融入到我现有的课程当中。我的课程里呢，原来有一个单元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前只有两部分，第
第一部分观看视频和阅读，文章和视频呢是疫情前跟我去中国游学的学生的作品。第二部分呢直接就是现在学生阅读后进行写作，描述一个自己曾经去过的参加过的最喜欢的旅行，并在班上汇报。大家看是比较单调的这个最初的设计。那参加了 StarTalk 的研习班之后，我的课程设计进行了改进，把迪士尼一日游作为整个单元关键 语法关键词汇的习得以及文化了解的骨干。那也受任务性教学的启发，我加了第三部分，我自己去北卡州当地的游乐场游玩。因为不少同学都曾经去过这个游乐场，他们对游乐场的场景非常熟悉，所以当同学们就我所拍摄的照片使用关键语法点和关键词汇来进行看图说话时，积极性特别高，也特别有成就感。大家可以看到新的课程设计面目一新，更有趣更真实，极大地调动了学生们学习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产出真的是更上一层楼。好了，这是我的分享，谢谢大家，我们有请吴君瑶老师。谢谢李红老师，然后谢谢前面四位老师精彩细致的介绍。最后呢，我会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五位老师在这次学习过程中的一些收获与反思。在经过暑期星谈项目的学习之后，我们也在之后的教学中进行了应用与实践，所以我们共同总结了以下这四点体悟，同时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星谈项目学习之前与之后我们在实际教学上做的一些教学调整。好，第一点就是通过五位老师共同的设计，我们一步一步设计出了一个以任务为核心的教学单元，也在之后的教学实践当中看到了学生大量的产出和令人惊喜的学习成果。好，下一页。我们发现呢，以任务为核心的课堂更容易实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因此在任务教学的过程中，我们的设计是由易到难，所以我们老师搭建了给学生的脚手架，帮助他们完成任务目标。那学生之间不但可以有大量的深深互动，而且我们设计的任务也给了学生很多灵活的选择空间和思想碰撞。其次，任务教学可以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兴趣，因为他们在解决真实世界中他们所关心的感兴趣的任务，他们在学习怎么样在真实的情况下运用目标语。当学生是真正的感兴趣参与到活动当中来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这也可以帮助老师解决一些课堂管理上的难题。最后，任务教学任务活动的设计需要非常严密以及合乎逻辑的步骤。我们也发现实施任务型教学后，我们的课堂教学步骤的衔接更为连贯，因此增加了学生的参与度，让学生沉浸在老师给他们创造的情境当中，而且解决任务的过程中可以很好的调动学生的综合思考分析能力。来给大家举一个实际课堂上实际的例子，在之前我的课堂主要是以句型结构为主来串联课堂活动进行教学的，我相信这也是我们非常常见的对外汉语课堂的教学模式。比如说在以前我在教交通工具这一个主题的时候，首先我会通过一个故事或者课文对话去讲解新的句型结构，比如从 A 到 B 要多长时间，以及交通工具的词汇的介绍。那这个过程中主要是以教师为主进行的，介绍完句型结构和词汇以后，我会跟学生进行一些对话的练习，虽然同时也会让学生之间进行互动和提问，但是这个过程其实主要还是师生之间的互动。最后我会让学生做一个调查报告，去调查班上同学用什么交通工具上学，然后写一篇调查报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节课其实到最后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才是真正深深互动的时间。
那当我们用任务为主来串联课堂活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生生互动的时间大大的增加了。同样是教交通工具这一个话题，那我们五位老师设计的这一堂课一开始就马上和学生进行句型结构和词汇的练习。很快的在师生互动练习完句型结构和词汇之后，老师就引入了真实的情境，请学生去上海旅游。后面课堂的活动就有两个任务串联而成，学生和学生之间进行大量的交流，老师也是随时跳进来给予学生一些帮助，真正的实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好，我们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就是怎样让学生产出高频率以及高质量的语言。首先呢，我们每个汉语老师都知道我们应该给予学生大量的可理解性的语言输入，但是我们语言输入的最终目标是希望学生可以产出成句甚至是成段的语言。那想让学生产出最后的成句成段的语言，则需要老师精心的设计，巧妙的铺垫，专注每一个细小的细节，让学生进行生生互动，以及很重要的就是大量的 scaffolding 脚手架。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展示我们在新谈项目的学习后，在后续教学设计中的变化，比如怎样去使用 Dialogue Bubble 和写作模板。好，首先呢是口语练习。在过去，我一般的做法就是给学生一个情境，告诉他们你们的对话中应该包括什么内容，然后我会给出几个当天学习的目标句型或者生词，去提示他们应该用上这些句型。可是这种做法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学的没有那么快的学生来说，他们一开始可能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怎么去组织对话的架构。那也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学生会去反复的使用同一个词汇或者句型。现在呢，我会去使用 Dialogue Bubble 来给学生搭脚手架，因为使用了 Dialogue Bubble 以后，他会很清楚的去引导他们学生对话的架构以及重要的句型。 Dialogue Bubble 中也提供了各种不同的生词，尤其是对于初级班的学生来说，可以去刺激他们使用不同的生词进行对话，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也能学到如何进行交流，延续一个比较长的对话。所以我在使用了这个模式之后，可以大大的感受到学生的进步。同样的，写作也是。在以前我的做法就是给学生写作的情境，告诉他们你们的短文里应该要包括什么内容。可是现在我会列出学生常用的句型结构或者 guiding question， 帮助学生进行高质量以及大量的产出。好，第三点反思就是怎样去寻求真实语料之外更多的真实性。那我们说到 authenticity 总是说到真实的语料，但是其实当我们将真实语料、真实情境、真实任务加上真实交流过程这四个有机的结合起来，才是实现真正的真实性。这张图呢，在最开始林华一老师已经分享过，所以我在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具体是怎样进行应用的。好，这是我们高中组李红老师的中文班，他的学校跟中国的一所学校是姐妹学校，所以他的中文班会定期的跟这所姐妹学校的学生进行对话和交流。那在以前，他们曾经有一次交流活动的话题是买衣服，目标是学生可以谈论他们买衣服的喜好。所以李红老师的具体操作是请学生跟中国姐妹学校的朋友聊一聊平时喜欢买什么样的衣服，多少钱的衣服等等。那现在呢，李老师在设计任务活动的过程中会尽量的将这四个真实性都融入进任务里来，依旧是一样的教学目标，一样的话题，李老师将交流活动变成了这个样子。每一组依旧是四个人，四个人会拿到500块钱，然后这四个人会一起去一个中国的购物网站协商讨论应该怎么去花这500块钱，讨论要买的衣服的颜色、款式等等，并且说一说为什么要买某一件衣服。我们可以发现，同样的教学目标、同样的教学环境和教学对象，如果老师可以多花一些小巧思加入真实性，学生的输出和反馈都将会大大的提升。
好，最后一点就是如何在课堂上使用应用科技教学软件。我们在学习和教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其实 less is more， 少即是多。与其使用各种各样很华丽很新颖的教学工具，不如将那几个用得得心应手的教学软件用到极致。因为其实教学目标以及让学生完成我们预设的任务才是我们教师的目标，而不是去使用不同的教学软件让学生去体验新鲜的网络软件，这反而本末倒置，舍本求末了。好，接下来是 PPT， 相信是每个老师上课都会用到的工具。其实这个教学上最随处可见的朴素的教学工具也是我们最重要的工具，如果可以好好的利用它，一定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说幻灯片的设计应该是吸睛的，突出重点的，尤其是当我们注意到一些非常微小的细节，把这些细节做好，对学生的学习将会大有裨益。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之前做的交通工具词汇的幻灯片，然后这个是我们五个老师一起做的交通词汇的幻灯片。大家可以看到跟之前的做法相比，其实呢我们只是将动词拿出来加上不同的颜色，就可以让学生一目了然，清楚了解到不同的交通工具应该用到不同的动词。还有这个是我之前教春假、暑假、秋假、寒假这四个假期时候使用的 PPT。 先前我教词汇的时候，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子将词汇同整放上去，然后口头去跟学生进行一些对话的交流，比如说你喜欢春假吗？春假你都做什么？那现在呢，我不但会将新的词汇放上去，我也会把问题和可能可以用到的学过的词汇都放上去，这样可以将生词放在一个情境当中去学习，也可以增加学生的输出，让学生去复习已有的词汇，大大提高学生产出的质和量。好，谢谢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们五位老师在这次学习旅程中的一些心得和思考，希望对各位老师有所帮助。接下来是我们的提问时间，谢谢。好的，谢谢我们高中组各位老师的倾情分享。那接下去我们就进入 Q&A 讨论环节吧，好吗？